守护原住民乡亲，让反毒防诈种子从偏乡萌芽。屏东县警局落实防范工作，今年深入八个原乡部落加强宣导。我沸腾的血液跟着旋律拉近你我距离。宣导活动内容丰富多元，县警局自拍影片让大家看见警方宣导的用心，不管是粉墨登场演短剧，或是带动跳，以最亲近民众的方式拉近距离。尽管深入偏乡早出晚归身心疲累，但想到能够透过活动共同关怀原住民乡亲，免于遭受毒品及诈骗案件危害，辛苦都值得。如何在偏乡里面去散发所谓反毒的种子，走入偏乡去结合我们县府原有的所谓的社区关怀据点也好，文化工作站也好，共同唤起全民的注意的哈。那我们本局、我们本府、县政府是一体的，包括我们教育处、卫生局，还有相关的局处都共同以这个反毒为主轴，同时的在反毒、拒毒、这个戒毒，戒毒是末端的哈。这几个面向啊，都是以后可能要努力的目标。县警局表示，深入原乡部落进行反毒防诈骗宣导座谈会，绝非是原乡毒品严重，而是担心毒品及诈骗手法推陈出新，一旦疏于防范，就容易误陷毒网及被诈骗，因此走入偏乡部落加强宣导尤其必要。所以在山地门跟这个马家乡数据是稍微比较多一点，像马家乡有15件，山地门有35件，那其他都是个位数，那包括这个牡丹乡是零的哈。那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警察要去查才有数据嘛哈。偏乡扫毒是我们持续要做，不是代表偏乡严重，而是说这一个偏乡是本来是一块很干净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部落，我们不希望的受到外地的这些不良分子的影响入侵到原乡去，把我们原乡的好山好水给破坏掉。江亚文强调，参与座谈会的每个人都是反毒防诈种子，期待能够萌芽绽放幸福花蕊。而守护原住民乡亲，让偏乡地区不受毒品以及诈骗危害，是大家的共同责任。未来将持续严正的执法与落实执行各项弃毒打诈之具体行动，展现政府打击毒品以及诈骗犯罪的决心和能力，营造安居乐业的幸福屏东。屏东新闻蔡丽华、魏德伟采访报道。